的这一个大女友跟我们的小女友，你们要我买什么？又是瓦森，哎，不是瓦森，干爹，我然后这边又进干爹。咦，这个呢就专门拿一台 camera 了，这样拿上拿下，好像很专业这样子。你不是讲嘛，我的礼物买到来这边。啊？这么你不要这样推我。Hello, no camera, please. No camera, 不要玩。不要玩。Please. 你是明星啊，你懂什么？哎呀，骄傲了，你有骄傲了。你不要看两个人，你 vlog 很长，我跟你讲，你的。Who's your name? Who's your name? 不，也没有黑色哎。我的礼物嘞？我的礼物我不要买这个，我不要这个。我的礼物嘞？这苏西蛮带有嘞。那是阿嫂，不是。这么来看这一个东西去？还是你要买个恩惠先？我买个欧尼。这个女生的东西我没有很明白。哇，很漂亮。咦，看不到嘞，你头高一点。啊，我看不到法库。很漂亮嘞。还好啊。然后我的最强女友就在这一边打电话。一个嘞，就在里面，跟我逛逛逛。哎，然后我小女友嘞，就不知道她飞去哪里了。哎呦，在这边。跟在后面也不知道做什么，哎，怎么？跟 item 两块，哎，我先跟 item 两块到几时啊？哦，到。到等一下五点。啊，没有。哎，这个五十块，那很贵啊。买了，这个女生的东西没有很明白我。我要选一个。啊？你妹的。啊？你在讲，你在讲你。你妹妹的，快选。白色的。就是灰，浅灰。那灰色了。你要这样东西？有嘞，我有用嘞。One get second item two ringgit， 买第三样一块钱，骗你的。买第三样一块钱，你讲骗我的，你要通灵被他骗吗？啊，所以你是被他骗？没有啊。第一个多少钱？五十。最高的那个价格单是一块三，然后低价是两块。喂，可以哦。结果买到最后哦，是他买，不是。他裤子是一个意外，谢谢了。哎，不要脸。咦？第三个 item 是不是一块？哈小的美。我们男生哦，应该是要看这样的东西啊，看鞋啦，看这些那个保养的东西啦，或者是看汽车保养的东西呀、啊，这个才是我们男生看的嘛，对不对？真不懂他们，看他们逛了那么久，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这样。哦，啊，在 Shopee 对吧？哎呦，你看，我告诉你，哇，banyak barang jual哦。Harga Shopee lebih murah atau sini? Sini lah, Shopee Prestige lagi. Oh, itu macam apa? Ya. Saya beli dari Shopee lah. Okay. Tidak. 我是你个鬼。买好了？有买到我的了没有？你自己怎么会买？你自己怎么不知道哎？哎呀。我有问哦。有买我的礼物吗？哎，有买我的礼物啊？没有了，你需要什么礼物？哎呦我的妈！Oh no！ 你需要吗？有。我告诉你，你讲，我不知道有什么。结果我们就这样子回家了啊。你舍不得，你在这边。哎呀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我们晚上的时候就去餐厅庆祝了。哇，那个苹果。谁谁都要干酒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我会这个。这些都不是我的正日，我的妹妹11月14号，我11月28号生日。不过在当天呢，我们也趁着这个时候呢，庆祝一番了，拍了很多的这一些家庭照啊，这些都是值得纪念的，就在这一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当时候的这一些情景。没有拍到什么视频，因为就享受跟家人的时光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影片可以带给大家欢乐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。